绘制滑动轴承座，选择直线工具，绘制中心线，选择圆工具，绘制七个圆，半径分别为25、27、30、32、35、42、45。选择偏移工具，偏移线段，修剪多余的线段，并设置线段的线型。单机状态栏上的极轴按钮，设置增量角，绘制一条与水平线夹角为10度的线段，选择偏移工具，偏移线段，选择圆角工具，绘制图形的圆角，修剪多余的线段，选择镜像工具，镜像图形。
选择图案填充工具，绘制剖面线。绘制左视图，修剪多余的线段，并设置线段的线型。
选择图案填充工具，绘制剖面线。图形绘制完毕。